那儿。咔哒 ！Hello， 大家好。嗨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现在网络好了没，我们来看一下好了。有吗？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有，你有，我没有，我有缴钱呢。怎么会这样？有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是不是来转发，对不对？对，在那个转发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来介绍一下。我今天呢是来探班，原本以为会很凉，我现在处在一个工厂里面哦，很热。那右边呢是我们的女主角千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千娜。嗨，在左边是我们的男主角小鬼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鬼洪生。嗨，要不要先来聊一下？就是这一次的探班，我觉得还蛮特别。这是你的家，剧中的家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剧中的家。跟你自己的家有什么两样？跟我家啊？首先我家有冷气。真实，这里太热了，这里是没有冷气的，因为毕竟这里本来是空屋，然后我们租下来就是这一两个月就几乎都，这是一半以上的主场，所以说我们会花很长时间都在这个地方。嗯，然后这里呢其实不小哦，但是呢人数太多，我们的工作人员听说有几个人，大概40个以上，至少40个挤在这个地方，全部都挤在这边。然后下雨的时候也很闷，风也进不来。嗯，所以说一定要仰仗这个电风扇吹进来。还好了，我以为我会看到那个工业用电风扇，结果没有。有是不是？宝宝厉害，宝宝厉害。也不能太大，因为就是太大风声音很太大了，就是收音啊也麻烦，所以全部都要关掉。那要不要先聊一下这个剧两个人就是在里面的角色或者什么，已经可以先剧透给大家的。我们是夫妻。有真心想要在一起吗？好，我们可以从头到尾就是讲，我们后来真的非常真心的相爱，对，决定要在一起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比如说我们先从已经来不及了，应该说从一开始开始讲好了，就是我们不小心发生一夜情，男女主角，然后就在一夜情，那他是你真实的可以发生的对象吗？你现在是跳脱剧中，然后要会好好聊聊那个。Sorry， 一百次啊！你们可是你们应该是想知道真实的吧？可是我们先跟观众聊一下，我是让大家知道逃婚一百次到底为什么要逃。Sorry， 来了。好，为什么要逃婚？就是我们两个不小心发生一夜情，然后呢，我怀孕了。可是他有哦，你好棒哦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他意外了，然后来得太临时，他没有办法去做决定跟负责任，他从没有遇过的事情，所以他就逃，想要逃走，逃婚，对，就逃。所以逃婚的是男主角，真的假的？那现实生活中，有遇到吗？他完全不想要。你说逃婚的部分吗？如果好了，就想说，如果你今天有碰到这个情况的话，这样子，因为我是一个很怕麻烦的人。所以说我会在大麻烦之前出现，做很多很多预防那个，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很多麻烦。对，好多画面哦。没有，我是说你会很小心的。对，我会对。好害羞哎，怎么会这样？但是千娜跟小鬼是不是有认识蛮久了？你们怎么认识的？应该是我刚开始是星光大道嘛，然后就会开始上节目，然后就开始遇到鬼哥。所以大概有10年了。那时候上500，上500，然后那时候因缘际会有好几次，都有共同的认识的朋友，大家就是越来越熟这样。但是我们都没有就是一起工作、一起合作过，都没有。所以这是第一次一起合作拍戏，对，真的。然后我私底下我就曾经就一直跟他说，就是我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他拍戏，很久，对，然后好不容易终于合作了。都已经快10年的事情，对，好久了，我们认识很久没有机会。可是我要爆个料，你大概是10年前，就是我在这个工作里面第一个在给我红包的人啊。刚刚没有蕊过啊，不是第一个，真的不要想歪，给我红包没有什么事。我以前在，不然可以怎样？没有啊，我也是有怎样，不是啦，你也有怎样？我也有当过记者的时候，我在娱乐百分百当记者。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我知道啊。你知道？我你在娱乐百分百当记者，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你记得我？我记得你啊。他在那里也10年吧。我流泪了，那真的是很久很久前。然后第一个红包就是过年的红包，就是小鬼给我的。
这间主角不是我，所以第一个嘛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啊，好像也没有后来了，因为我后来就当新闻台的记者，所以就是节目的记者，就是对他包很大包，哇，太可惜，没有在过年跟鬼哥拍戏了，哎呀，这个拍戏就不应该在夏天的啊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好，那还是要讲一下，当中演夫妻一定会有一些垃圾垃圾，两个人的感觉是。我们在戏里面很多的接吻的镜头，那其实我跟千娜默契真的很好，说实在的，我们第一次合作，但是其实我们私底下也没有真的常常玩在一起，对，可是我们在磨合的情况下，其实根本就没有磨合到多长的时间，我们就好像认识了好久，但当然我们真的认识了很久啦，可是就是我们很轻松很自然的看待这件事情，非常非常的简单，没有很严肃跟压力，所以你们就是，可是很熟的人通常有时候会笑场，你们反而不会。不会，因为千娜真的是很专业，很专业，对，她真的很专业，在她的角色里面，然后我你是说技巧很专业？我是说她在角色里面很专业。你好好聊天，好不好？好好好好好。然后我只记得我们第一次要演吻戏的时候，我跟她说了一句话，我说来吧。那你就放心的交给我吧。哦，好 man 哦。然后这舌头交给你，不是舌头的部分。哦 ，OK。我们舌头是休息的。哦、oh, ，我们只有双唇。因为现在最流行就是拿舌头狂甩对方嘴唇、啊。那你就错了。不是，我们就是轻的让你以为觉得我们好像在舌吻，但其实没有，那才叫演技。对，演技。所以千娜跟他接吻不会害羞。应该说。在戏里面的情绪了，不会跳出来觉得说哦他是黄鸿升，我现在要跟他接吻，不会有这样的心态。对，两位是歌手出身，对，然后现在又跨足演戏，自己对于这两种身份你们怎么想？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觉得说演戏跟唱歌其实是两块，就比如说唱歌是在做李千娜自己，对，可是演戏就在演不同的人生，其实你有时候会遇到很多角色是你从来没有遇过，或是跟你自己很不相像的，可是你就会因为那个角色学到很多跟经历很多事情，就感觉融入那个角色也好像给自己成长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那小鬼呢，你觉得？其实我比较复杂，因为我做了好多事情，比如说主持啊、演戏啊、又唱歌。你最喜欢哪一个？我最喜欢演戏，最喜欢演戏。但我就有曾经说过，说如果你觉得我是演员的话，那就我就会真的是在你面前是一个演员。那如果你不觉得我是演员的话，那你永远就只会觉得我是一个主持人也好，或是歌手也好。但对于我而言，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演戏这件事情。就是虽然为什么我那么确定？因为真的累到半死，但是我还是很想来。还是很想来做这件事情，所以说我真的觉得我好像是真的蛮喜欢演戏的事情。我可以感受到，因为他在这部戏几乎没有一天是休息的，真的，而且是从早到半夜，都是在演戏的状态下，是真的。可是因为你们以前好，你说，你说，你讲一讲。不行，我要讲到歌手的事了。你说没关系，没关系，直接跳吧。因为我就是很想要听现场啊，对呀、啊。那这个我就要说了，因为这我们现场的都蛮有耳福的，因为李千娜其实有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会哼唱几句，真的是现场很厉害。真的假的？你有 freestyle 吗？不是，屁股后头两脚被有搞个吊臂，不是啊，怎么爽啊？韩语这么好，我们等一下要来考他。太厉害！不是，因为我跟鬼哥都有另外一个歌手的身份，然后他也听很多歌跟看很多东西，所以其实我们每次当有人讲出一个词哈，比如说爱情，我的名字叫爱情，我们就会随便爱情三十六计，就是会随时会有人 Q 出来这个歌词这样。爱情像杯酒，然后就是唱到爱情，就开始会有人跟着一起唱。是，所以是讲到什么，你们就会有唱进来的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那是体力好的时候。那所以体力不好的时候，就是大家都很安静啊。放空的时候是不是？好，那可是我还是就想说，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请千娜帮我们就是唱一下歌？因为最近大家看到你似乎都一直叫你爱丽丝，爱丽丝，对，爱丽丝。大家好，我叫李千娜，你知道在路上大家说你是不是唱不成回来过那个？你是不是叫爱丽丝？对，你是不是叫爱丽丝？你是不是那个通灵的爱丽丝？我叫李千娜啦。好，但是真的，因为这首歌是我
发专辑以来最好的一首，成绩很好的一首歌。你怎么这么谦虚？是真的，是真的，是真的破2000万。嗯，但我也很喜欢打勾勾，反正不管，等一下都叫他唱。然后我跟你讲，以前祝哥超喜欢卓文萱的。哦，我知道啊。哦，大家又开始聊往事。不是，你为什么要在这边爆祝哥的料？奇怪了。祝哥是娱乐百分百。然后还有，他能认识祝哥吗？我解释啊，以前娱乐百分百是奇怪了，突然之间在话家。那我们等一下就一起聊那一起唱那个《爱的主旋律》好了。哦，《爱的主旋律》，你要问人家会不会、啊？我要准备歌词。好，没有啦。好了，你跟鬼哥合唱。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我行不行？来，你先帮我们唱一下清唱，大家有耳福。不曾怀来过，是不是？不曾怀过，哎，现场欢呼。应该带吉他的。再爱的再疼的终究会离开，再恨的再伤的终究会遗忘，不舍的舍不得，没有什么非谁不可，就让自己慢慢成长、oh. 慢慢放下。帮自己升了 key， 怎么会有人自己起的起头起这么高？我起太高 key 了，对啊，对。可是网络剧我上次有看到《迷途》，我也很喜欢。然后上次有一首歌《打勾勾》，是你自己创作的，对不对？词曲，怎么现在要走创作的路线，就是往金曲？他三步时会把吉他带来现场，然后在那边练习啊。对，然后我在旁边看，我就觉得哇，蛮辛苦的，因为他一来要在这边很辛苦，二来又还要演那个木兰少女，然后还要练吉他，因为他有的时候还要唱校园啊，还是要有一些表演。对，其实真的是蛮累的。但是其实就希望说，在不同的领域跟角色里面，把它做到最好就最好。真的。对啊，就会希望。有时间就多练。我觉得当演员跟歌手都有一种，还是会把自己逼疯的那一种的天分。对对，真的。的确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再继续逼疯，你在这么热的天气之下，我们要继续唱打勾勾。真的假的？可以吗？打勾勾超好听，我本人超推荐。我降个 key， 好，降个 key， 好。有飞机。飞机。你放心，这不是拍戏啊，他们还是听得到。我想这有蹦。说好别分开太久，能不能说好不轻易放手，就算伤过头泪会流，彼此打勾勾，至少在乎过就会拥有些什么。我要继续唱吗？很好听耶。是什么样的情境会创作这首歌？打勾勾，其实因为我会创作都是不是刻意去写歌或做什么，都会当下突然有个灵感，或者是就像我从小很怕分开这件事情哦，你很怕分开，因为比如说我从小就单亲，然后我最害怕永远都是车站。车站就是那个永远都是在跟亲人家人离别的地方，掐脏掐脏，对，所以我在很多我的专辑里面都会写到有车啊、爱到站或是什么，有一些关于车站的事情跟分开的事情。然后这首歌就是能不能说好，不要轻易放手，不要分开太久。哦，对，就是真的，我很害怕那种感觉啊，好可怕哦。所以小鬼会怕分开吗？你看待别离分离是什么样子的？我反而是另外一个人生观。对，我觉得人终究会分开，对，但我们不要太，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面，但是也要想办法释怀。我是那个比较乐观的那种状态。反正叶问里面有，是叶问吗？里面有说，不是叶问，就是那个章子怡的那一个。章子怡。跟梁朝伟演的那部电影，你是说一代宗师？对，他们说每一个相遇都是久别重逢。对对对对。对，那也许我们每一次的相遇都是从分开开始，也不一定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既然刚刚呢两个人就是台语表现得那么好，台语我们还有唱有啊，他刚不是去年我打出去之类的 freestyle， 所以其实呢，今天的直播
我就准备了很哎，唐唐唐，哎，外题，你转得很硬，没关系，我跟你说，精彩的来了，高潮迭起，我要来出台语考他们。可是呢，我相信他们应该很厉害，这是一个台语的俚语，就是大问答。好，我尽量用台语出题，但是你也知道台语剧现在很夯嘛，很夯嘛，对对对，也许这你知道有人看了之后，你知道下次就找你们演台语剧也不定，但你演过电影了啦，超猛的，好，超猛的，哦，超猛的，为什么？哪里不超猛？你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，心疼你，哦，那个年纪出来了，大家知道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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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最喜欢就是 special 了。哦，oh, ，对啊，对对对对对。其实有几个人我还真的不知道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说什么 ？special 里面现在有几个人 ？special 里面有十几个人，不是吗？对啊，对哦对哦，进进出出，对啊，对啊，我知道。啊，立展要 special 吗？继续。好了，我要去出题了，所以我不能。你要去坐在那个。你要去坐在那边来，我整。哎，你有什么被整一头？来来，你们靠近一点，我们靠近一点。一头啊，台语。台语来了，台语来了。好。整个很紧张，有没有？好，紧张是我们呢、欸，紧张是你们。哎、啊，你们觉得谁会赢？我们大概啊，我不觉得，我觉得是你。哎，那要有惩罚。我们现在竟然是台语考验，如果他台语很强好不好？如果赢的人可以要求输的人做一件事，会对他惩罚。你们先讲好，你们要做什么事？我先包一个李千娜的料给大家。他有的时候太放松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嘿嘿嘿哦，他突然间。他看到了一个什么事情，然后他心里面说，国语应该是这样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对。但是他用那种潜台词，然后发出声音，哎，嘿哦，哦，就是那种台很台的那种，是不是？是这个嘿是吗？对。是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真的还是要忍不住讲一下，我也是高雄人，然后我刚上大学的时候。你是吗？你是台中人？我台中。对，我知道。然后我们也会有这种东西。然后我搭电梯搭到三楼的时候，我学妹走出去，然后我也想跟她说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夜市，那等一下见。对。然后我是住五楼，然后三楼一打开的时候，我就跟她说，等一下见好。等一下见好。啊！真的，全部人就大笑说啊，什么好？我说没有没有没有，等一下见。嗯，赶快把门关上，关上。我是自己讲自己回答，就哎哦嗨哦哦，好好，那我们台语剧要开始了，所以这个可以看到我们的题目，对不对？很好，那第一题，那我们就要开始了。哎，他没讲惩罚是什么？我们知道惩罚是什么，惩罚应该是你说啊。对啊，惩罚那就是要猛力的弹耳朵，或是打额头，这样可以吗？你是说如果我输了被他弹耳朵，或者对 ，OK 啊，小事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这么大可以。好，我们有因为这样翻脸过跟同学，因为太大力了。我们不会那么夸张了，因为我们在里面都会打他或揍他。对啊，就是最现在最流行的扇脆配是不是？我们在戏里面有，一定要在戏里面也有。好啦好啦，好，第一题，好，开始哦。吴奇中郎就够级的，八个，然后吴奇中懂不？其中动物第一个字是一个动物。你全部都要讲台语让我们猜的，对不对？嘿嘿，十二生肖的第二种。牛。然后被你看到个被干嘛是？啊，答对了！你答得好。好，一比零。好厉害！他超厉害！他超厉害！好，再来一个，来一个。有一种动物吼，嘛是迄个十二生肖的第一名。啊，这种人。望阮背去，然后你也是。饲鸟饲狗不得。好厉害！我要说低告不如。低告不如，他跟你说是第一名。六个字。好，再过去，上好的拢留你的上尾啊。好康定暗地，好康定暗地。哇，这个好像是小鬼先讲对耶。因为你先讲好康。二比一。好，实体哦，好难哦，好难哦，没有，这明明是假的，这是好的，好难，这是讲吼，一个人，伊吼，明明讲最爱变的，但可以拢讲继续讲无啦，卖。我哪给小金？不是，不是，要归给谁哩？啊！对不对？对，二比二。我哪给小金？好心，广阿给小金是假装好心，对，假装好心，假好心。哦，这个很简单，就是查甫囡仔，那是嫁予袂好爱，就做菜花色；那是嫁予富贵的人，嫁那是嫁予富贵的人，就做富太太。所以八个字，
然后有两个动物来出现，一个是十二生肖的第十个，一个是狗，一个是十一个。夏季随机叫狗随狗，待一起下。怎么那么难啊？好啦，这条应该就是千娜对了，因为就是这样子。对啊，对啊。平时怎么讲台语啊？盖盖对盖，不会对告对告，盖告对告给啊。对对对对对。只是我们不会讲台语的啦。对，我就这个意思，对不对？盖盖盖，对盖，不会不会不会，就是飞的意思。盖对盖，不会盖盖告，对对告给啊。对对对，好难哦。不会，你们很厉害，三比二啊。好难。这个我要唱歌了。有时是一时是一不免怨叹，这是什么歌？一时路偏不免担忧。啊！原来有我这么开点。亚克点是唱的人。对，我们有一半的分数。没有没有没有，表现赢。对，三比三，三比三。好哦，这个月份特别高啊，所以吼，我那个模型那也出现。七月半。嘿，对对对，前三个字对了。有一种动物吼，啊，人要甲伊安慰，伊拢过唔知影。七月半，七月半过好心哟。唔对啦，唔对唔对。七月半。唔知死活。答对啦！啊是什么？鸭子。鸭子。七月半啊，唔知死活。哦。可是你不太懂台语，可是你台语背得很熟，是这样吗？对，我有听过啊，我就有听过，但是。七尾半啊啊啊！唔知希望好啊，下列人了解最不如的 B I 啊！好了好了，嗯好哎。现在呢要讲哦，就要被讲一个情形，就是吼，迄个人明明是歹人，嗯，那么个哦，伊拢出去画玩偶，哈哦，然后来去拍人画救人，哦，救人了，五比三。好强！我被鸭子打了，太难了。五比三，哎，我到底有没有计算错误啊？反正就是这样了，五比三，好。哪来话救？到底几题呀？好难哦。十题，十题，剩两题了，剩两题。好紧张哦！你哪里紧张啊？你好紧张！他只是一直拉着小鬼说：“好难哦。”然后一直赢，一直赢。对呀，好了，来来来，这个是一个团购分享的概念。团购。分享的概念，就讲吼，哇，感觉吼，这间的米大真好食，我就跟你讲，看到小宝，哦，阿伯三个对哦，阿伯三个字对哦，到小宝，到小宝对哦，头前两个字，头前两个字，好康啊，好康到小宝啊，这太通俗了，还有一个比较难一点的，加加，好食，好食的包到小宝，加对啊，加对啊，加好，加好做金扣，啊，加好到小宝，加好到小宝，加好到小宝，答应了，加好做金扣。对他都有，而且他都是点醒我们两个的那一个，对不对？好难哦，根本就不知道。没关系，虽然这个是面子之争，但是没关系啦，已经最后一个，他六比三了嘛，对不对？好啦，看你能不能差距小一点，差距小一点。我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形容一个人欲速则不达。再给弄破网。救不了你，你讲劲都赢啊！耶，掌声鼓励！太厉害了！好，怎么办？他赢了。不要，我觉得让鬼哥唱歌好了。太难了！他现在惩罚让你唱歌。其实我都知道，只是因为他太快了，他好强哦。对他蛮强的。这个妈妈，你刚加掉了啦！好强哦！还想叫？掉。所以你要点什么歌给小鬼唱？他也是很会唱啊。我想要听那个《在地球上的两首歌》。在地球上的两首歌，好听好听。在地球上最后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。最浪漫的两首歌。一首。什么？在地球上的两首歌？这是第几个？最浪漫的一首歌。嗯。啥话不乱讲？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。啊。要唱哦，认真哦！耶、yeah, ，王豪生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
依依不舍，舍不得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我怕太超现实的快乐只是你借给我的，紧紧抱着，拥抱着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，把苦苦的变得甜甜的，因为你失而获得，找到了。超好听耶，我已经满足。你实力派，哪有？你实力派，心意满足。那就是我心意打烊。我心意打烊，我心意打烊，我心意打烊。好，那我们打烊算了啦。没有啦，他们真的好会唱哦。好了，但是我们要就是有观众想要点歌，对。哦，现在有粉丝在讲话。有啊，他们都会说话。哎，我头发怎么乱啊？如果不介意的话，我们也是可以，我怎么头发也是可以，因为刚刚一阵的那台语的那个，我现在才看到我自己，你现在才看到你自己，太白痴，好啊，没关系啊，没差，我们很自然，是齁，然后嘞，好啊，那我们现在我想要点歌的是以前很红的一首歌，叫做《爱的主旋律》。爱的主旋律，可是他不一定会啊。我帮你准备了歌词，他也不一定会曲啊。真的吗？对啊。那我要你唱一次给我听，然后还是你自己一个人。我可以唱别的啊，不一定要唱。好，那不然唱别的。你们想要唱什么合唱的歌曲？啊？早上起来刷刷牙。看到了妹妹在睡觉。摸摸他的头头，他马上爬起来。我们认真啦，男女对唱，唱一首优美的。北山妈老师的歌哎，对，有这很可爱。Uh-huh. 我们唱一首千娜点歌好了，女生点歌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唱那个我们在原住民餐厅唱的。什么？我们唱什么？美安中哦，爱情喊西坡哦，伍佰老师的。从你先，那你知道歌词吗？不会，我会，我会。好，要安怎对你讲出心内话？讲我每日较想嘛你一个，亲像春天的风在吹，只好写了一张爱情的寒心话。不是啦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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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，反正啊，我全部把你的唱。之后逃雷雷，然后再换我。把你的唱的。对，那我就要直接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啊哈啊啊啊，不会抓只会婉转来表达我的爱。你的温柔，你的可爱，你的美丽，你的风采，予我坠落你无边的情海。无边的情海，大家啦，哦撒，好厉害哦！进行的是最后一关了，我怕就是大家你知道，就是汗流满面。其实我们想要考验的是，因为两个人是在剧中演夫妻嘛，是不是有那种夫妻大考验的那种默契这样子？我是不怕啦，你是不怕？我怕千娜不太了解。真的假的？什么地球上最后两首歌？我是我帮你打马赛克。还说你们认识十年？地球上最后两首歌。好，我回去就写。我跟你说，这个题目吼，不是我列的，但是你知道，你们就尽情的回答，尽情回答，好不好？好，来第一个，请问，会不会有三维吧？哦，这个你想回答吗？不是，我说好，没有，你问。好，刚开始是简单的，简单的，好。这个剧的剧名叫什么名字？一二三，一百次。好，这就是没有默契的开始。好，因为你没有，我们不知道你要好要一起讲，是不是？对对对。我们现在题目就是你说完，我们就要一起回答。你说请作答，我们就要一起讲。好，那我讲请作答，那好不好？ Okay, 对对对，他的意思是这样。好了，好了，那这部剧预计不要，你刚刚那一题再重问。好，再讲，好，请问这部剧叫什么名字？请作答。逃婚一百次。好，那请问，好，那这部剧的
男主角是谁？请作答。黄鸿升。黄鸿升啊。哦，对，黄鸿升饰演的许达才。对啊。哦，许达才是我在里面的名字。对，我想这就是一个没有默契的夫妻，他们就是建立在一夜情上面。不是，应该不是，应该说，应该说我们想要表达的太多了，你们想要表达太多了，好好，感情太多了，好好 好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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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讲一下这个可以，好。要分开讲，分开讲，分开讲，可以分开讲。那你要先问谁？好，我要先问拍戏时，拍戏时，小鬼，小鬼，如果 NG 的时候，最常讲的一句话，我觉得还是一起好了。NG 的时候，一起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，我知道他，我知道他。没有，我们两个讲的一样，不一定不一样啊，因为我不知道啊。那我可以讲，我可以讲，他讲讲，他会讲说，对不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机会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机会。那你有 NG 到真的已经失控的程度吗？你说我啊？对，就有一定会有一个，比如说我怎么过都过不了。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一段词，讲到这里有段卡住，我们可以停一下，然后再继续把它讲下去。那它可以对跳，镜头是可以对跳。可是有的时候你卡住一下，又想要再继续讲，又在卡住，又在卡住，一直卡。嗯，对对。然后最后只好卡重来。所以就是你还是会觉得有休息一下比较好。我如果真的卡住，我就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哇！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我们两个都还算技词蛮厉害，很少在 NG。还可以。真的？那千娜有笑场到不行的时候吗？对呀、啊。他有很酷的。怎么说？很酷的。他说这个台词大概就是说，这个世界上的人这么多，为什么我要偏偏要遇到你啊？什么你干嘛管我啊？类似这种话。对。然后他很认真，然后很生气，这样。嗯。这世上人这么多，那么管我啊？什么关你屁事啊？什么类似这样。然后他突然间出现一个很奇怪的腔调，这世上人这么多，然后我就爆掉，就是笑翻。这个世上的人这么多，你是哪来的背景腔啊？导演一喊咔，我就剁剁少男子汉。好烦哦，拍戏好可爱哦，同龄鸟。因为其实逃避白痴他是喜剧，对对对，然后他有一些超乎现实的东西，比如说幻想场，其实都是让我们在创意跟玩的东西，那我们就会非常浮夸夸张的演法，然后就会在那其中玩起来。那当然除了我们两个之外，导演也会有很多他自己的，我觉得他都会做很多卡通牌，他有很多不同的点子跟想法，然后会加在我们心里面这样。我觉得这是他的灵魂想要注入在我们两个人身上，所以他就会玩一些东西，然后现场真的就是现场会气氛很好，蛮刺激的，所以拍这部剧是很开心的，开心。好，还是不能够逃离。来，这个是千娜最怕什么东西？想一下哦，想一下哦，你好想。一二三，请回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二三，恐龙。最怕？你不是怕恐龙吗？对呀、啊，你怕恐龙？怕恐为什么？哪一种恐龙又没有在侏罗纪公园的那种？所以不敢去看电影。他很讨厌恐龙。真的假的？就是小小兵的恐龙，我也会哭。你也会哭？可是恐龙当家像这种这么感人的戏，他怕，他就不行。怕恐龙？真的假的？他不存在。他很怕恐龙。然后我就常传那种，那这样怕吗？恐龙那这样怕吗？对对对，然后。就是一直挑战他的极限，这样。为什么？你是觉得他长得很恐怖？对，恐龙跟蟑螂。恐龙。恐龙绝对是恐龙，独一无二的。恐龙跟蛇。恐龙浪梨。恐。所以梨比较可怕，是不是？按照恐龙跟浪梨。好。太好笑了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很怕恐龙啊，超怕。超怕，小从小就怕吗？蛮小的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所以那种恐龙展你是不用想都不用想了。像我们在新加坡演《木兰少女》，它有一个环球影城，对，大家会一团一票人去看那个恐龙。侏罗纪公园。对对。然后他们是把我蒙住眼睛，大家围住我的。应该是说蜥蜴类的他会怕。嗯。鳞片类的。就哭，你会吭着吭着哭，我就是在那边哭。小鬼怕什么？来想一下。怕什么？最讨厌什么？最怕什么？
可是他山哦，我还好。可是如果应该说食物吧，要不然东西它其实都没有。我怕一个食物，好怕一个食物，这个你也知道。好，一二三，请回答。芹菜，你怕芹菜？嗯、那香菜不怕？不怕。所以芹菜你跑讨厌它什么？味道，味道，那个味道我不喜欢。那小时候如果做实验，那个芹菜液体上升，微软素那个，对对。没有啊，那个就是，我就是怕那个味道啊，那个味道炒起来我就不喜欢。那如果有人在你里面加了呢？我可以挑掉，但我还是可以吃里面的菜。哦，没有到说搅和进去就不吃。对对对 对。哦，还算好养，还算好养。OK OK， 好。那接下来哇，是有点害羞。嗯。来来来，那个。千娜是要大家一起回答还是分开？要一起回答吗？我不知道啊，要问你啊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意思是说你现在这个答案我们两个要一起回答？一起回答，一起回答，一起回答。Okay、好好，这作证哦，这真的不是我，不是我写的。你在家里面写的？不是我，前面台语才是我。是好，千娜，你知道长得漂亮，然后就很多人追，但她现在已经有稳交稳交的人，然后要说千娜的男朋友叫什么名字？这可以回答吗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他。好吧，那我们就跳过这一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不知道他有男朋友这件事情。真的、哦？所以现在是没有男朋友的状态，还是要？我们看下一题是什么？下一题哦，好好好，我们下一题。我不知道他有男朋友，真的假的？等一下，私底下来问他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这么好，没有聊到这个？没有啊，那根本就没有这件事情啊。好啊，那小鬼你现在呢？我也没有，你也没有。好好好，再看看的表情。啊，表情真的超可爱的。你先要跟他说是不是？没有。好了，算了啦。哎、欸，其实我那个台语啊，有准备好几题。那刚刚那个台语的反应很激烈，还是我让千娜讲，你来猜，猜个两三题就好，让你扳回颜面。哦，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说猜题啊？没有，就是你出题，你出题，然后你用台语念，然后我来猜的。好，不然，好。好，好，好好好。哇，这个很会讲到字哎，讲到字哦。还是我来形容好了，我觉得我比较会形容。真的吗？好啊。可是我看到了，你还有很多，我还有，对哈、哦，还有啊，还有很多，我会不会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，还有很多？你很会形容，我会形容，好，那你好会哦，你好会哦，你好会哦。我该讲哦。这样、哦，哎、欸。有一种动物吼，啊，是你上喜欢的动物，啊，伊拢会吼，食啥物件，啊，伊拢会，伊食了后吼，拢会感谢，诶，食怪鸡拜树头，哦，好厉害哦，其实他根本翻译得很烂，对不对？突然觉得台语是另外一回事，出题很难，好不好？哦，我知道了。你都爱笑某啦，啊你都吼笑某吼，恁某讲啥你都爱听啦，啊你听了吼，你都会吼，赚足侪钱。听某嘴大富贵。很厉害诶。好，你遐拢无讲话吼，啊，食巴肚遐大粒，你拢无讲话，啊，直直食直直食，啊我拢咱拢唔知影，啊你都。什么鬼啊！你偷偷啊吃物件？哦，我知，偷偷啊吃物件，点点吃三碗公半。啊，厉害哦！厉害厉害！可是没有办。哦，有人有人讲有公半，好，我们最后一题喽，最后一题喽。这意思是讲，你拢家会晓一寡有诶无诶，啊你就安尼乱教你诶囡仔，啊结果哦，结果恁囝就安尼歪去，嘿 Q 岗，歪去，恁囝 Q 就是好的不学，学坏的那种。对对对对。啊你家己啊你就啥都别乱教安尼，啊你教啊你。啥都我别乱教，是一个。我别乱教，教啊恁囝 Q 岗安尼。就是。后面哦，我爸这样，那什么？对，啊，用抓去，抓去了后，啊，记者就问伊，问厝边头尾，啊，恁伊安怎？无啊，伊看见啊。他开始在演戏了，
看起来乖乖啊啊，交了派朋友啦。几个字啊？几个字？七个字。七个字哦。六个字。六个字。六个字。有大有小。大汉。大汉。对，好班古，大汉看古，教歹囡仔大细。哦，原来是很简单。我问你要说那个大汉，细汉逃班古，细汉逃班，逃班古，大汉逃逃。你怎么逃班古？你怎么把古搬走？你要班古的什么？好，我们就好啦。我们现在呢？逃班古。陶班鼓，谢谢谢谢我们的小鬼洪森啊！我要进来，不好意思，我整个有点湿。你刚有游泳？游泳。谢谢洪森，还有天娜，他们的台语跟演技都非常的好，这样子。謝謝。那是不是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下这部剧大概预计什么时候会播？那会在哪里播？那大家就可以看到你们精彩的表现了。我们直接喷给那个。你帮我们画外音一下啦，逃婚一百次，然后即将在九月尾来上映，希望大家会支持，因为这部戏绝对会是有欢笑有泪水，而非常风趣，应该不止风趣，还有更多奇怪的形容词。而且因为我觉得是近期没有看过的偶像剧，就是会不断的跳换时空，然后在不同的时空我们扮演不同的角色，然后在不同的角色里面又相遇，然后发生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，希望大家可以期待。简单说就是我们常拍了一半，我就问导演说：“导演，这到底能播吗？这真的能播吗？这真的可以上映吗？可以让大家看到吗？”但非常非常的极致，很极致，很有趣。感觉就是跳离现在的模式，可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而且两位那么会演，那我们就九月见喽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探班就到这边喽，我们谢谢千大小鬼，谢谢大家，拜拜，谢谢。